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2面，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从弥陀疏钞看起啊。弥陀疏钞曰：一正见者，杂集云，若觉知时，所得直觉，以慧安理。地理分明，无有错谬故。八正道，它的内容啊，可以说把所有佛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啊，也是佛法学习的8个纲目啊。第一个呢是正见，昨天我们学到这一条，简单的说，必须要把三界88品见惑断尽，才算是正见。佛门这个正字，8个都是正的啊，正字招牌啊，得来非常不容易啊，他要求的水准呢太高了。一般说来，至少是小乘、初果以上的啊，这算是小乘的30几道品。啊，大乘的水平就更高了啊，标准更高了。见惑里头，第一个身见，我们想想，六道里面众生，哪一个不是把身看作是自己？只要有这一个错误的看法，后面呢全都错了了。这是头一个，不容易啊。《金刚经》，中国人很熟悉，读的人很多。前半部，佛教人破四相啊，真正放下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个四相啊，也把所有一切现象包括其中。啊，我相啊，执着于我，不知道我是假的，我不可得啊，执着有人相啊，我之外是人，众生相是讲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
啊，寿者相是讲世间，啊，那么众生相也就包括空间在内，时空之内所有的现象。现代科学家把它分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四相包括了，这四相都放下了，这才叫正见。啊，为什么？《般若经》上说了一句名言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为什么？相有性空，事有理无。这个说法没错，可是一般人呢，没有法子理解。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读到这些经典，看到祖师大德的注解，啊，老师们的讲解，有没有体会得呢？说实在话，根本就没有体会到。啊，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老师们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？啊，他所说的是古大德的注解，就照本宣科，念念而已。啊，实际呢，没有起入啊。啊，这个是难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所体会的，我觉得比古人强一点，不是我们真的。我们也没证得，我们得到了科学家的报告。啊，这个世界上尖端的一些物理学家，啊，透过他们的报告，我们拿了个经典，跟古大德的著书来对比，发现了。啊，发现什么？发现经典跟古大德的著述啊，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那就应当不是假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并不知道，眼前所有境界是虚妄。都以为是真实，啊，这个见解错误了，没有见到真相啊！我们从《菩萨诸台经》里面看到，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。这个对话非常要紧。佛问弥勒菩萨：“心有所念，这是讲我们凡人心里的起个念头。啊，我们凡人起个念头就起个念头啊，谁去追究呢？这一个念头里头。”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时，
有几念，这个是自然现象；有几相呢，这是物质现象；有几时呢，那是精神现象。佛要是不问，六道凡夫永远不会起这种疑惑，不会问出这个问题。啊，这个问题也只有佛能问得出来。啊，弥勒菩萨我们知道，他是大乘里面的唯识专家。啊，用现在学校里分科，他是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，啊，可以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专家。啊，弥勒菩萨答复世尊说：“一弹指，一弹指是讲时间之短暂，啊，一弹指。”有多少年呢？32亿8000年，百千是单位啊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升起啊，这是属于自然现象。念念有形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出现。啊，都有物质，是你能够看到了物质现象。啊，行界有时。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通通都有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，受是感受啊，想就是分别啊，行是相续不断啊，识包括了记忆啊，现在科学用的记忆卡片它能够记得过去，它能够幻想未来，这受想行识啊，前面是色，色受想行识，这是什么？佛法里面讲的五蕴呢？五蕴这个现象，啊，五蕴里头三个现象具足，啊，就是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它具足，在那一念之间。这一念，如果我们今天的科学是用秒做单位。啊，一弹指比秒短，一秒钟能弹几次呢？啊，我能弹4次，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。啊，年轻力壮啊！如果一秒钟弹5次，那这个数字就达到1秒钟1600兆啊！我们要知道，一秒钟这个念头波动频率是1600兆次，每一次是一个画面啊，就是一个色受想行识。
前念灭了，后念又生了。前念不是后念，后念不是前念，念念都是独立的，而且呢，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。大同小异，念头产生了物质现象啊，按照阿赖耶讲的顺序，第一个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业相就是念头啊，第二个阿赖耶的转向，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精神现象，受想行识。第三个阿赖耶的境界相，是物质。所以物质跟精神永远分不开呀、啊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它的完成速度，你要晓得，是。1600兆分之1秒，这个时间里头它完成了，完成之后同时就消灭了啊，我们读了这个经，看了科学报告，才知道楞严经上所说的，从前我们也学过楞严经，也讲过好多遍呢，没讲清楚啊。啊，楞严经上讲的现象，整个宇宙现象，到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在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了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悟了之后，这正见正思维我们明白了啊，你把这个东西看清楚搞明白了，你的见解才是正见呢、啊、你没有迷惑在幻象上面啊，所有现象皆是虚妄啊，就给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一样，屏幕当中现的这个现象是幻象啊，什么幻？刹那生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前念不是后念，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相似相虚相啊，它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啊，相似相虚，绝对不是完全相似 相同的，没有一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啊。佛所说的五蕴皆空，佛所说的不生不灭啊，无所有不可得，都是讲这种事情啊。世尊当年在世不容易，讲般若讲了22年，22年当中，有多少人开悟？明白了，从这个地方明白了，就是宗门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小乘证阿罗汉。
啊，大乘破无明，见佛性了。啊，所以天台大师讲啊，三十七道品，含摄一切佛法，他老人家讲这个七颗。每一颗他都用藏通别圆四教来讲，说明他是真的含摄一切法。啊，藏教是小教，小乘藏教的三十一道品，通教、别教、圆教。啊，圆教纯大乘呐，所以真见者莲池大师也是引《杂集论》里面这一段话来讲的。啊，若觉知时，所得真觉。真的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啊，现代的物理学家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发现的，他在报告当中告诉我们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绝对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那我们看都是物质现象啊，怎么说没有物质存在呢？对，我们看错了。啊，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意念是物质的基础。意念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有物质现象，你就有念头。啊，先有念头，后有物质。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，这个发现呢，对佛法是非常大的贡献。啊，本来《大乘经》上常讲这桩事情，为真方知。你要是自己没有亲证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佛菩萨所说的，我们都把它错解了。啊，自以为听懂了，实际上不然。啊，佛也承认，你理解的没理也不错，程度不一样啊。程度高的人，理解的深呢。程度低的人理解的浅呢，啊，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讲太高深我们就听不懂，讲浅了我们能听懂。啊，这是科学对佛法了很大的一个贡献，这个贡献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呢？
现前地球上灾难的问题啊。地球灾难是物质现象啊。科学能发现这个现象，它不能解决。为什么？它专从物理上去想，它没有从心理上去想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物质现象是从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。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精神能够主宰物质现象，那你就多在精神现象里头下功夫，物质现象自然就产生变化。是不是这桩事情呢？确实，以我们身体来说，我们对自己有坚强的信心，所以现在难呢，这自己不相信自己，你得病了，你就很难治愈。为什么呢？对自己没信心。如果对自己有强烈的信心，我一定能恢复健康，他的病就很容易治好，治疗的方法、医药对你的病痊愈大概只占三分的力量，另外七分的这个力能量从哪来？从信心来的啊，这个重要啊！如果信心圆满具足，你这个疾病不需要治疗，自然就好了。有例子啊，前几年我们看到过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的啊，医生宣布他们的寿命只有2-3个月。这些人都是学佛的，把治疗放弃了，把生死放弃了，就2-3个月嘛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念了3个月，他又没走，病全好了，再到医院检查，没有了。问他怎么治疗的，没有任何要我治疗，根本就不想治疗，求往生，就病痛得好了。40多个人呢，不是1个2个呀。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清楚了，信心治疗好了。那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灾难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我们把信心丧失了。前几年我们讲到贪嗔痴慢疑是病因呐，怨恨恼怒烦是病的原因。反映在我们居住这个地球上，水灾、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风灾、地震，现在看到很多土石流，大地好像松了。
山会倒下来，陆地会沉到海里去，对吗？这是病态发生了。果现前呢，因缘果。如果我们觉悟了，像前年，世界上有几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，后半截的讨论到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，怎么对峙？美国有个科学家布莱登，他就提出来，2012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反省、回头是岸的一个机会、契机。他只要地球上这些人都能够弃恶扬善、改邪归正、端正心念，灾难就没有了。不但灾难没有了，地球会走向更好。这话说的没错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我们修学大乘的人一听就懂。可是问题，谁能够回头？谁能断恶修善？谁能改邪归正？问题在这里。这个问题具体落实，不问别人，问自己。从我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从我这个小团体做起，我们要真干了，有没有效？肯定有效。山西小院呢是个非常好的例子。一点都不稀奇，人人都做得到啊。大乘经教摆在此地，你那个信心生不起来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你没有懂。这些经典你真搞懂了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信心自己来了，而且这个信心会坚定不移，产生巨大的能量。明白之后，你不会贪生怕死。为什么？没有生死，生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永远存在。慧能大师见性不是说了吗？何其自信啊！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那自信是你自己啊！宗门常讲啊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是你的灵性，不生不灭，你就不会贪生怕死了。
六道是法界，是一场梦啊。是一出戏，就人生如戏，可别当真了。啊，要学着样样放得下。啊，要真正明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大乘经教常讲的诸法实相。你要知道啊，一体是多亲切，不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个人有个人的体，不是的。整个宇宙跟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。啊，所以真正明白，真正觉悟，慈悲心，慈悲心是性德，自信里头本有的，它自然就露出来了，起作用了。啊，这个作用是，这个作用说大爱、博爱。啊，你爱自己，你爱一切众生，你会把一切众生呢看作自己一样，决定没有分别。这是真正觉悟了。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就是这个样子。没有一尊佛，没有一尊菩萨不关怀众生。那关怀，我们现在有难，他怎么不来呢？啊，不是不来，他来了没用处，来了对我们没好处，会增长我们的果实。他不来，不来是慈悲呀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不相信，我们说他是迷信。啊，这样的心态对佛菩萨那就造业了。我们越陷越深，是他不来。什么时候他来呢？我们真的相信他。啊，真心，真听话，真正能够依教奉行，他就来。他从哪里来？来无来处，去无去处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不但诸佛菩萨如是，我们哪一个人不如是？全都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跟电视荧幕上的画面非常类似，啊，电视上的画面在荧幕上是不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？啊，它的速度很慢，不快，一秒钟24个生命，啊，我这里有这个电影的胶片，啊，这是电影的，
过去电影院里面所播放的啊，每一张就是一个幻灯片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是1秒钟24张，啊，也就是24次的生命，张张不一样，张张是独立的。你就想想佛经上讲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我们现实环境呢，1秒钟多少张啊？刚才说过了，1600兆，不是1600张啊，1600兆。你怎么知道外面这个东西是假的？啊，科学家现在知道。这个速度非常快，没有说出数字啊，只说是极快速的运动。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啊，我们算出来这1600兆是弥勒菩萨讲的我们看的就是这个1秒钟1600兆张的这个幻灯片在移动啊，我看是这种现象啊，这才叫正见。没有看到这个，那叫邪见，不是正见。这个正见的标准多高啊！啊，所以。见或断尽才叫正见，那思或断尽呢才叫正思维啊，就是你的思想纯正。换一句话说，六道里头找不到一个是正思维的啊，思想纯正的一个找不到啊，因为正思维的人呢，这是至少是阿罗汉。阿罗汉不在六道了，他离开六道了，思惑断掉了。啊，前面是见惑断了，正见；思惑断了的时候，这就是正思维，思想纯正。啊，思惑。81品，佛把它分为5大类啊，这个5大类就是贪嗔痴慢疑，我们讲的病因啊，对个人讲身体不好，疾病很多，都是这5个字，这5个字如果没有了，你的身体就恢复健康啊，你不需要再用医药了。你居住的地方环境也健康了。啊，这些水旱风灾啊，地震这些灾难，这个地方统统不会发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没有。啊，正知正见的人越多越好，那力量越大。啊，这一个地区能够有10几20个人，啊，大概方圆200-300里都不会有灾难。
啊，如果有个五六十个人，不一定住在一个地方，散居在台湾各地，我讲的数字不多啊，有五六十个人，政治政见，台湾这个地区永远不会有灾难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数据，啊，地球上现在灾难这么多，怎么救防呢？要政治正确，那有多少人才能救得了地球呢？啊，科学家提供一个数字，以地球总人口，啊，大概是65亿到70亿，啊，地球的总人口，1%的平方根，这样计算的，大概8000人。地球上能够有8000人，像布莱登所说的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用佛法正知正见，不要多，就这两条啊，正见是五种见惑放下了，正思是五种思惑放下了，啊，五种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。纵然不能够完全断绝，这些灾难会大幅度的减轻，不至于有重大灾害。8000人呐，不是念佛祈祷就行了。念佛祈祷是有小功德，那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那不是根本办法。根本办法有真实功德啊，真实功德是断尽四烦恼。这个要求的标准不算太高，为什么呢？人可以做得到啊，再向上提升呢，做不到啊。啊，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啊，做到什么呢？跟出国须陀洹相应呢，就可以。啊，小乘呢，四国四相，我们做到第一步，出国相，向着出国这个方向，没有真的出国，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。如果真的8000人真得了出国了，地球上灾难就没有。为什么？这8000人是有福的人呢？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，造作罪业的人呢，享这些有福人的光啊，沾光了 啊， 啊，享他们的福了。那这个8000人怎么个修法？我很想，让我也成为8000人当中一个，能行吗？
不是心想的，是要有事实啊。我们想想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这部经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啊，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就像我们这样的六道众生，迷惑颠倒啊，造业受报啊，啊，极乐世界是为这些人来建造的呀，他凭什么建造的？啊，凭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积功累德，这是基础，你不能不知道。我们给他算算，阿弥陀佛成佛现在是十劫，成佛之前他修极乐世界是修了五劫，就是十五劫，十五劫之前他曾经无量劫积功累德啊，当时他是大国王，是饶王啊，他做国王的时候有一尊佛出世，就世间自在王如来啊，听佛讲经说法开悟了，放弃国王的这个地位，出家修仙啊，跟着世间自在王佛出家了啊，他的法名叫法藏，法藏比丘啊，在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四十八愿，愿发了，愿发了要修行呢，要兑现呢，用了多长的时间？五劫。五劫的时间把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，圆满的成功了。所以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四十八愿五劫修行功德的成就，没有功德你怎么成就啊？啊，我们今天学佛怎样才能成就功德？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功德了。为帮助苦难众生，帮他们离苦得乐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帮助他们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，不退成佛，这是功德，没有这个功德不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功德怎么来？要依教修行啊！今天确实时间太急了，灾难就在眼前，别的法门来不及了啊！专修专弘无量寿经，
就这一部经，就这一个方法，这一个方法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要再有自己的这个念头，把自己放下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工作里面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自己。啊，只想到苦难众生，我怎么帮助他？只想到正法救助。啊，其他统统放下了。这样的人能够有八千人，地球就拯救了。那这个经要细讲，全经我们这次从头到尾学一遍啊，估计大概要1300个小时。啊，我们现在一堂课是2个小时。现在差不多了，到了已经超过450集了，就超过900个小时。啊，如果真正有发心的同学，我们能够找600-700个同学，大家都来学这部无量寿经，都来讲这部无量寿经。啊，每个人一天讲2个小时。啊，这部经呢，每一天全经，啊。就是2个小时当中啊，这一部经从头到尾都播讲完毕。怎么播讲呢？我们也比如说有700个老师啊，每一个老师讲2个钟点，这一部经不是2个小时就讲完了吗？你想听哪一段你就选哪一段，会产生巨大的能量。这个能量能帮助世界化解灾难啊，这为什么不是个好办法呢？啊，学全部不容易啊，我学只学这一堂课2个小时，不难呐。啊，能够有这么一个环境，啊，这样方法是有了，想到了，需要的是客观条件，啊，我们有没有这个缘，有没有这么多人？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事成啊，啊，我们常常有这个念头，常常有这个想法，真心真愿希望跟阿弥陀佛相应，真真就是啊，
那么这是正见呢，正思维。正思维说，见此理时，无漏心相应。什么是无漏心？本经经体后半部所说的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就是无漏心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，这就相应了。狭义的正觉是阿罗汉，广义的正觉是妙觉佛果，那是圆满的正觉。思维筹量，未令增长入涅盘故。入涅盘就是回归自性，在净土呢是回归常寂光。证得妙觉果位，必须要正思维，才能够证得。有正见，有正思维，才有正语。八正道也是厚厚深于浅浅，就像八层高楼一样。正见是第一层，正思维是第二层，正语是第三层。有上面一定有下面，有下面未必有上面。不为心无邪思，不知心没有错误的念头，意无漏止，舌口是意，诸四善于故。口的是意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我口。这是正语，诸四善语这四种口过翻过来就是四善语。不妄语是真诚语，言语真诚。两舌是挑拨是非，两舌的反面是和爱语，六合敬需要它了，和睦相亲相爱。绮语是花言巧语，欺骗别人。翻过来，善言善语，善巧方便，诱导众生远离邪道。
倭寇是言语粗鲁，让别人听起来很难听。那就是如何语。云离粗暴啊，第四真业，业是造作。造作的时候，这称之为事。造作完了之后，这个结果啊，就叫做业。像学生在学校念书，每一天有作业，功课修完了叫毕业。就完毕了。业会招来后面的果报啊。善业有善果，恶业呢则有恶报。学佛的人要求正义。以无漏智，无漏智是真实智慧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智慧里头不能夹杂烦恼。烦恼头一个，自私自利，这是没法子避免的。智慧里头有自私自利，有明文利养，那叫有漏智。有漏智是知识啊，不是智慧啊。有漏的智，智慧也变成知识。那无漏的呢？无漏的是知识就变成智慧，得妙啊。无漏从来不为自己着想，想什么呢？想天下人，想一切众生，这就是无漏。想正法救助，佛法是正法，儒是正法，道是正法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好的宗教都是正法。正法不是指一家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千万年来，许许多多族群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你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，都是正法。这些正法都应当学习，都应当把它传递下去，世代相传呢，正法才能久住。希望以佛门做例子，每一个宗派都有传人，每一个宗派都像过去一样有大祖师出现，可不可能？可能。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就会成功。
过去在中国，无论是儒、是佛、是道，世世代代都有高人出现。现在这一代没有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把老祖宗的方法丢掉了。绝对不是说现在人聪明智慧福报不如古人，这个我不承认，而是什么？我们把路走错了。古人只有一条路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成功了。10年以上的精力时间用在一门上，他怎么不成功？现在我们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，学了外国人，广学多闻，什么都学，学乱了，学杂了，学的东西太多了，是常识很丰富，智慧没有，所以遇到灾难，遇到困难，没有办法解决，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。如果是真有人没老师不要紧，你只要真肯学，你学华严经，找一个老师，现前没有老师，找古人嘛。找清凉大师，清凉大师有《华严经》疏钞，专学《华严经》疏钞，以清凉大师为老师，你是清凉的私塾弟子。如果能有10年到20年，《华严经》通了。华严经一代祖师出来了，怎么做到？只要你肯真干，你把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放下，五欲六尘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你肯定成功。最忌讳的是夹杂了名闻利养在里头，那你就不能成功，你不纯。所以基本功非常重要，基本功就是儒释道的，这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感应篇，佛法的十善业道，不能100%的做到，至少也做到70%-80%，你才有这个基础。然后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决定成就。专攻华严，华严菩萨了；专攻法华的，法华菩萨了。只要学一门，不能学多。专攻一门，那就叫持戒，守方法吗？方法是祖宗定的吗？决定不违背。
一般中等根性的人啊，我讲公这个中等根性是根扎得好啊，不扎根的决定不会成就。啊，根扎好了，用2年时间扎根。啊，2年时间把这3样东西做好，真正做到。这个不是念的，不是背的，不是讲的，是你实际上的生活、言行、规范，必须做到啊。然后以真诚恳切的心去读诵、去学习，啊，读诵经典。学习注解，读诵真谛经典，是求根本智；研究注解，是求厚德智。可以同时进行。啊，研究这个读诵经典。着重在得定，啊，就是得清净平等觉。研究注解，着重在开智慧，福慧双修啊，定是福啊。10年可以成功，10年不成功，15年不成功，20年，你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功，如果有人问，我没那么长的寿命呢，你真干寿命会延长，为什么？正法需要你，众生需要你，你已经没有寿命了啊！众生需要你，正法需要你，你就得长久住世，与你自己的寿命毫不相干了。这个道理你要懂啊！你住在世间不是为自己的。这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啊，这个才是正业。啊，除生3种一切邪业，住清净身业故。啊，这个三身的3种邪业是讲杀盗淫，决定要远离啊！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决定不能伤害众生，小动物都不可以伤害，要跟他们结法缘。蚊虫蚂蚁都有灵性的，啊，以真诚心天天跟他沟通，他不会伤害你。为什么？你爱护他，他也爱护你。你杀他，他也要杀你，那报仇啊！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用真诚的爱心，
对小动物就像对佛菩萨一样的真诚恭敬啊，我们恭敬他，他也恭敬我们。啊，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这个多圆满呢！啊，为什么要杀戮呢？啊，决定不杀生，决定不偷盗，偷盗。最轻微的占便宜的念头，占便宜的念头是盗心，不能有啊！从这个地方去学习才能学得成功，才能学得圆满。那翻过来，不但不占别人便宜，要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。那什么布施啊？要知道，布施的回报啊，不可思议，大福报啊！啊，财布施得财富。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，跟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关系处得那么好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三种布施，乐此不疲呀，真干。所以果报无比的殊胜啊，哎，你也想干，干的时候又怀疑，所以你收不到效果，收不到效果，你的信心就下降了啊，所以你的修学就很难成就啊。真诚就必须坚定信心啊，施布施的心要常常放在心里，随时随处啊，遇到有缘你就得要做啊，欢喜做啊，啊，像佛菩萨一样。啊，布施里面最重要的是法布施，大乘经里面讲了很多，比喻很多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就是抵不过啊，为人讲四句偈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四句偈真讲得很好，他真听懂了，他觉悟了。这个功德太大，财布施只能解决他物质生活的问题，功德不大啊，所以法布施摆在第一啊，三种布施，法布施无比殊胜，要知道修法布施的人聪明智慧天天向上提升了啊，所以不要吝啬啊，不要怕辛苦啊，
怕辛苦，自己就不干了。不干的时候，智慧就停在了，不会再向上提升了。越干越欢喜，越干越健康。实际上用不着其他的方法来补足，不需要进步，不需要用任何来帮助你身心健康，因为你的心健康，心是身的主宰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真正修行人，在近代，大家都晓得虚云老和尚往生的时候120岁，虚云和尚有没有吃一些补的东西？有没有天天去做健身运动啊？通通没有啊。他如何保健？清净心而已。心清净，身就清净；身心清净，环境清净。而且三昧现前，外面境界就跟着转了，境随心转了，境里头头一个就是身，身怎么转呢？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疾病为健康，他真转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肯定相信这心念是主宰？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至心一处能成佛，能得定，能开悟，能转山河大地，能转太空当中的星系，有这么大的能力。这佛讲的话可能吗？你去问问这些物理学家，这些大科学家，你要把佛法讲的告诉他们，我相信他们回答你的，他相信。为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你念头变现出来的不是从哪里来的华严经里面讲得清楚，这个注解里头引用的很多。贤首过死，望经还原观，这一篇论文非常有价值。我们曾经学过两遍，
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许多大乘经我们看不懂。啊，纵然看了，也会怀疑，也不敢肯定他。啊，从佛法，从祖师的论著，从科学的报告综合起来看，我们相信了，啊，不再怀疑了。首先呢，转变自己境界，啊，我们做实验呢，看行不行啊。啊，实验里头不能有怀疑，怀疑是障碍，让你的实验呢进度很慢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进度就很快，成果很快显现。啊，身心健康，烦恼少了，智慧增长了，妄念少了，心定下来了，啊，确实改变。啊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看法不一样了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正确。啊，纵然灾难现前，不惊不怖啊，若无其事。啊，不会感觉到慌张错乱的，不会。啊，对于一些事也不用去攀缘了，随缘多自在啊。啊，随缘里面有智慧，攀缘生烦恼啊。啊，为什么攀缘用的是妄心呢？随缘用的是真心，真妄不一样。啊，一造作不能不正，啊，正业让我们心安理得了。下面第五，正命，这个命是我们现在讲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要维持这个活命，以无漏智，除三业中五种邪命。三业是身口意，五种邪命主要是对出家人讲的。啊，当然在家了也要知道，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离开的。立五种邪命，五种邪命，第一种无论从事哪一种
行业，啊，出家，无论修学哪一种法门，他的目的是为名闻利养，就错了。这叫邪命啊！为什么？果报在三途。为什么这么严重？因为你打的是佛教招牌，用佛教的招牌来欺骗善良的信徒，你在这里得到名利。啊，早年曾经有人给我讲啊，用这种方式得来的名利也，果报不好啊。啊，这个不好的意思就是在地狱。那么这一条偏偏是最容易犯的，所以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老人家为我们所实现的，那就是教我们啊啊这个。这你不错啊，这个思目都打出来了。为利养，乍现其特相。这乍就不是真实的，故意的，作假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讲标新立异，啊，引起一般人好奇。啊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啊，像放光啊、现瑞呀、啊，哎、啊，现在都可以用科学技术来做。有很多我们都想不到啊。啊，引起一般人的好奇，啊，现这些，啊，这些现象，我在初到美国的时候没多久，有一位法师，他在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是道士，他学道的。学了一些法术，啊，好像是有点神通一样。有很多信徒，在家出家都一样，啊，去看他。啊，有时候他会叮咛一句，你要有什么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来找我。这个人回去之后啊，这也痛那也痛，就有很多不舒服。哎，找他的时候他就为你治好了。哦，这个师父了不起，他有神通啊，他预知知道我有问题。啊，给我一治就治好了。其实他是用小法术啊给你的，他在那里制造的。啊，有一次有一个比丘尼去看他，他也告诉这个比丘尼，啊，你回去之后有什么不舒服你找我，
回去之后果然马上一想不对症，一定是他作怪的，他就不去，他打电话来问，哎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真的有，没有，没有不舒服，我很好。这一次他或者是法术不灵了，其实是有效应，他知道这个事情，警觉到了，就告诉老法师，没事，我很好，很正常。大概几个小时之后，就没事了。所以他那个法术维持的时间只是有时间性的，过了那个时候他自然就没有了。我碰到这么一桩事情，这位老法师我也去访问过他，我对他敬而远之，已经过世了，不在世了。途中很多，用这些法术，这就属于这一类的，目的全都是为利养。第二种呢，也是为利养，自说功德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都很谦虚，都很礼让啊。你看看《华严经》末后善财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大德，那都是诸佛菩萨再来的呀，没有一个人自己赞叹自己。你细细去看，都是赞叹别人，谦虚自己。无量法门，我只懂得这一点呢。别人都比我高强啊，都比我殊胜。自赞毁他是菩萨的众戒，好像瑜伽菩萨戒本的时候是列在第一条众戒，决定不许空。《论语》里面我们看到孔子，孔子说了一句话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是那个时候的圣人，是孔子一生当中最崇拜的人，最尊敬的人，像他那大的那么大的德行才华，失骄且慢，看出什么？他有傲慢骄傲，失骄且吝啊，吝啬，那就不大方，有骄慢态度。夫子后头一句话说，其愚则不足观也，那说明什么？他所表现的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正人君子绝对没有骄慢，没有小气，你从这两方面说，他这个处事待人接物肯定是谦虚，肯定是大方。
啊，待人厚道啊，喜欢照顾别人啊，啊，自己节俭，生活清苦一点，多下来的东西帮助别人，啊，这是圣贤君子之道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二种贤明。第三种普相吉凶，为人说法，有没有？有。啊，还有很多信徒啊，还他真相信，我都遇到很多人问我。会不会算命？啊，会不会看相？啊，出家法师当中有没有学的？有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很多法师啊，他就找这些书来看，研究这个东西。啊。目的没有别的，还是希望别人对他恭敬、供养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来拉信徒啊，都是为利养。啊，这就错了。离开了学佛的本位，啊，佛法决定不虚空，这些事情，啊，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。第四个，高深贤位。令人畏敬，啊，在大众当中，啊，是装模作样，啊，特出他的地位，啊，目的在要人恭敬他。啊，最后一个，说的供养，以动人心。啊，这就比赛呀！你看看某人对我供养好多，那你这个就嫌太少了。这些都叫做邪命，邪命当然还有很多。佛在此地举了这五个例子，啊，告诉我们，总要言之一句话，不要去求名闻利养，啊，但是求名闻利养这一种习气非常之深。谁不要名闻利养呢？啊，那么佛为什么叫我们远离这些？这些是六道生死的根啊。这些东西不断了，六道的业就不会断。说他在造业嘛。学佛目的是要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些东西是帮助你
永住六道轮回，不能出去的啊。怎么能干这个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放下的。啊，放下之后啊，这才是叫真命啊。我们修道，生活一定要简单。世尊在世，徒步，现在南洋，啊，像泰国、缅甸，啊，这些小城国家了。到今天还是行徒步的制度啊！你去看看那边的法师，他们吃肉，他不是吃素的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，如果有为利养有分别，他就错了。我们想到安世高的故事，安世高的一个同学，明经好师啊，好法师啊，就是托钵的时候，托的饭菜不好。他心里面就不快乐。啊，就有怨恨。托得好的他就欢喜。啊，就这么一点毛病。死了以后啊，堕在畜生道啊。啊，因为他明经好师，他是个讲经的法师。又喜欢布施，真是好法师啊！堕畜生道了，就做了龙王。啊，做龙王也很苦啊，造了不少业。啊，安世高跟他是同学，安世高得道了，他去救他。啊，就在江西鄱阳湖那个地方做龙王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在下一堂把这个故事补出来，啊，很值得我们警惕，不能不留意。好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。